大家好，我是严帅奇。那点击这个视频的人都比较热心，都是替朋友看的，这个我知道哈。然后无论是想强肾，还是想促睾，还是想提高精力，撇开这三个哈，每一个都噱头十足，但是都没有清晰概念的词来说，很多人的朋友的概念其实只有一个。那我都懂，这个是可以拿出来聊的，没有必要特别羞耻。我觉得可能每个男性都多多少少有这样的念头吧。那怎样才能达成这样的目的呢？非常简单，长期有规律的运动，特别是做一些多关节的抗阻力的复合的训练，就像我接下来的视频里提供给你们这些训练一样。然后呢，你的时间长了以后，你的身体的睾酮素的分泌水平就会增高，那这样会提高你的白天和晚上的精力。 OK， 那准备好你的哑铃，记得从轻开始哈，慢慢加重，你保证你的动作是第一位的，安全第一。 OK， 把云健身打到公屏上，我们现在热身。原地摆臂快跑，赶小羊，深蹲，深蹲转体，休息，并且准备来到俯撑的位置。登山跑，波比深蹲，静蹲，第二首歌上肢训练，准备来到俯撑的位置。登山者，俯撑交替抬手，坚持一下，休息一下，恢复体力。俯撑交替抬手，加油加油，上第三首歌，站起来，拿起哑铃，站姿交替推举，
挣钱深蹲。颈前后撤箭步蹲，休息。拿起哑铃，站姿双臂推举，颈前深蹲。肩部推举，跟着我的节奏。休息。俯身划船，看好我的动作。交替弯举，注意动作节奏。休息。准备好哑铃，深蹲推举，先深蹲，再推举。硬拉，放下哑铃，来到平躺位练习腹肌。
西西里卷腹。双臂推举，注意快起慢落。侧平举，前平举。哑铃准备好，负重耸肩。交替弯举。OK， 练完了。那最后有一个小贴士，就是千万选哑铃的时候要选一个重量稍微小一点的。我刚才明显感觉到，就是这个重量虽然看着不大，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挺沉的，做起来有点吃力，差点做不下来。不过幸好我知道你们得看，所以我就坐下来了。所以到这儿收藏点的关注好不好？谢谢。那我是严帅奇，让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